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，今天要来开箱，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耳机还要贵的耳机线，就耳机线，没有任何的耳机，就只有耳机线，就比耳机还要贵，这超贵，这我买过最贵的耳机线。那因为我们是用 IER in ear monitor IEM